来听狂腔公公传播水口如老太后白董调太师回蜀进京。啊！这可进京？太后，别了我日，吃了你个药，不见好转，黄日变糖，是何道理？起早万岁，太后，太后你老喝亏，梅青所敬，乃对症大补之药，条条安慰之记载，这本双亏，不敢妄自篡改。无好病清，速生光病。这个位置拢有记载是咪？永清定在会将相议。是啊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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。去，咩在咩在？你老子？遵旨。太后百姓如何？太后百姓何等？启奏皇帝，老太师到。贵妃让他进京。老太师进京。老臣参见，我出皇帝。老太师快快平身。老太师啊，你是点解无故？无好已经病了五日了，日见沉重。只得调你进京。退点风油啊！太尉怎么说？哼！只说老废物，虚伪素娼，怕打方向。一个走私传销，二个未知记载，不求功，但求无过。哼！吃了伊那个药，是好无好？唉，他们都是国仇，连他们都束手无策，好水能治好太后的病呢？顶贵为一国之君，我就不信二国之下竟无一人能治好无好的病。哎，万岁何不下旨召告天爷？虽然治好太后的病，无官封官，无官晋级。好，传旨下去，召告天爷。公子的头，何进到一班呀？哪来个出来？对家来。导游，导游，虎鲸！哎，虎鲸，你上去吧。好。哎呀，虎鲸，你将我吹得好苦啊！妹妹，我先去应调。为太后退病，乐对，这万岁下朝三日，无一人敢假扮应召，
常常愁得地崩不舍，太好个病，你食病唔好，卡会自出奇花。你来三思啊，妹妹啊！光天这大事，何况是太后？你的性子有性啊！色彩，我曾向老太师询问过太后的病情，又问过太尉的处方。郑太尉怕担风险，只用了大补之液，结果把太后的病耽误了。遐落魄无？虽无十分，也有六七分啊。也罢，不及好法，养得好子，害我去求爹爹，请伊保过了，去甲太后治病。好妹妹，来去。状元公请。是。哎呀，这我研究了好久啊！哎呀，这个味儿，万岁，万岁！你推这用人在生？哎呀，推咪干啦！哼！老太师，万岁，你推个黎明，恁做你到现在话无来？他大概。起早万岁，黎明登高。请黎明登叩见万岁。全家平身。谢万岁。嗯？好个尊秀的状元郎啊！我问见过，你的眼腿不正常。今日衰退，真可以天下第一美男子啊！老太师，不知新科状元味道如何？启禀万岁，写在黎明灯鸡汤奇恩之书，提出了不捷疑难杂症。那就为太后讲脉吧。啊，遵旨。
想饿了您看这也很可怜的我在团不光恁为首为尾的影子，有话就通识走来。启禀万岁，此也不可应啊！红衣将的，太后你老体弱，大步相请无效，若因此小姐大些个好人子也。恐怕人已经受得住啊！是啊，请王帅明察。李明灯，你听够了吗？起早别，亲以为不让。点又惹早来？亲光太后没想，乃这家不孝，你应说道。今日恢复大补之药，如同火箭焦油，以致病情加重。不应吃梅叶，何能晓得太后沉疴？请圣上明察。万岁，此药凶猛，不可不信。启禀万岁，太后骨病，服此梅叶，若有差错，何以担待得起啊？是啊，若有差的，如何担待得起啊？万岁，这功之禄，理应为公分忧。若有差低，请王担待。你听人，太后乃王公之体，你担待得起吗？你听人，你也为家己着想啊！是啊，你担待得起吗？栽培家会，学生光念。我只知道为太后治病，应对症下药，若不加。顾及其他了。老太师，老钦差，你看如何处理？兄弟啊，你看得住吗？你可得三思啊！万岁心莫问问切。太后之病乃是南应补液，
这只狼烧，会因此安心受这大侠之约不可。太后，你老替去，进步无何不可。是啊，无何不可。王水，起早王水，太后未听到李宗王所说，觉得有道理。也好，快听云卿请不好才多。不应啦，应人莫疑，疑人莫应。太尉家爷，直到今日并不见效。宗王公打来也有道理，不妨直辞。好，全无好主意。菩萨保佑，菩萨保佑，求菩萨保佑，保佑太好彩水，贵体安康。保佑李公子平平安安。哎，杨华，你回来了。夫人。杨华，嗯，太后身体没生呀？一点消息都无，太后惊，根本就进不去。啊？退款，太后的病未轻。爹爹到日无回来，这真是惊死人啊！李公子啊，李公子，你个胆也过大呐！启禀王帅，太后还未清醒。王帅，李卿，太后昏睡两个时辰了，怎么还不醒来？太后兴奋气躁，满面不安，金陵安水，这是梅清下药，安心所致。您台呢？请假不敢走，不敢不敢走。王帅，你不要过于焦虑，多多保重，让这光子。哎呀，王帅，起早王帅，大事不好！太后奶奶白天惊醒，现在顶撞皇帝，心念不治。啊！这可做何事好？哎呀！王帅，不要过于焦急。太后白清转当。状元人士祈求啊！就是啊！李明灯，你还有何话可讲？哎呀，真是大好天啊！宝天，这是什么主意啊？这王帅，容我再观察。王帅，起早王帅，
太后娘娘的白天不消，现在又带下不治。啊，这王了的！哎呀，妹妹就要注意，财王不搞拖呀！是呀，是呀，注意。阿伦达嘞，多么就是多么来劲啊！我家我叔在家耶，就是呀，养在乐呀呀，哎呀，把李明灯列去光台。听候差处。啊，这，哎，大卫，大王哪里啊？大王哪里啊？太后娘娘，你家的在生哦？何在了？告诉皇上，我何在了？启奏万岁，太后娘娘大赦之后，就心通泰，真心何在哦？王爷，不好。太后下安，你归来。哦，不好。庄王公，你小小年纪，精通为道，救了哀家，这条命。啊，太后夸奖，这真是太后的齐天鸿福。李卿啊，你果然是打死鬼人，妙手回春，可敬，可敬。太后这心向上，这都是上苍的庇佑啊！王子，哀家孤病，需要调养，我同调养之事。就交给庄王公陪吧。啊，亲，王留到太后身边，亲自疼药，直至康复。李卿，委屈你了。南明师，这年华未转来，何人？你得这地行，旁人无点落刀，在滴好。我吃唔落，定定到这阵花无转来，人定定转来做些吃。你想落去？是。唉，喜姐，老太师回来了。哦，妹，杨华，杨华，我爹回来哦。妹亲，我爹回来哦。太师。爹爹，老太师。爹爹，太后的病在生哦。大有好状。爹爹，遐庄王公怎哩无转来啊？留到太后宫，为太后看病。Oh,
向一位俊俏的状元讲，有如此高挑的味道。两日来，衣不改大，也难为你了。亲，你该是好太好吹水，你味道高，容貌好，难是你娶了我兄长的两子，我皇登他是个男子啊！哈哈哈！母亲说的是，李庆也是个男子，而且你三更六年，荒芜这个比例这呢？王帅，太后出切了，好，你治好了哀家的病，奇功不朽。今天皇上也到这里，你有什么要求，你就说吧。太后恐吓，逆天抗吓，亲不敢休功。哎，有道是先发奉命，才是有道明君。如此大功，怎可能不成啊？啊？是呀、啊。你只管说来，有哀家到此，不怕他不依。这，李卿，你就说吧。王帅，太后，梅卿别无他求。只求将来，亲日犯了死罪，求万岁还恩赦命。一不由官，二不由差，这算是什么要求啊？哦，不过他怕判公主判好，哪天为我治病，你不差点爱治罪于他吗？他有此要求，判有心改，理应照做。哼，好，怎答应你？你这狂流死罪，怎一定赦免伊呢？万岁，金口玉案，亲下旨隆恩。好，好啊。宗王公，平心，平心！哀家的病好了，宗王公也该回家休息去了。宗义子，母亲告退。王子，李宗王有此大功，他一不由官，二不由差，你也应该加封差事呀。哎，无说历史啊，他是宗王，顺理成章，就封他为翰林院偏修吧。哎呀，不可不可。翰林院偏修只是个外职，爱封就着封个有实权个大官。遐无好，你意思是？我的意思，国长老接个亲戚，那个兵部侍郎不是刚到老吗？兵部侍郎，他一介小女之身。能担此重任吗？哎，那个是恁是天生的，只要他有动心，等等，不就爱了吗？二卿忠义一计。
双李明灯接待。总之，双李明灯接待，双李明灯接待。李明灯听旨，总太后已旨，封李明灯为兵部侍郎。请名字下恩。土枪，土枪。恭喜恭喜啊！恭喜恭喜！恭喜恭喜！宋太后已旨，封李明灯为兵部侍郎。哎呀，真气派呀！哎，小姐，你是做呢？杨小姐。哎，小姐，你是做哪啦？你看，别保持恁回复，做你心事等等。鬼丫头，是你上高兴？总算过了这个关，太后的病已经治好了。二公子，你何必给放落来死啊？唉，妹妹。十多年无相哦，也着想个办法去讨伊个。哎，妹妹，我正是甲你商量此事呢。我先生兵部侍郎，理应拜会前辈将军。我想借此机会拜访这个黄埔南王忠，这些不就可以推到
小花了吗？啊，好是好，不过落去以来就惊了青木自尽，露出破绽，遐就算讲真气哦。多谢妹妹的提醒，可不嘞，算讲真气呀。为什么如此忐忑不安？我不能露出破绽，才还不能再讲真气呀。庄王公用心拼搏，是能接降入行社，真是来乡遐时令人钦佩不已。原告目前是敢不听朝向？哦，不敢。遐官蒙就不在，得来奉还求嫁。不敢不敢。日后还爱娘将兰王中点破指甲。是要讲贴签了，请请请。十年不见了，彼此都认不出了。小花啊，你能写到拼搏时呢，是你青梅的媒介，明理公吗？这位小将的剑法如此详细高挑，令人敬佩。不知是哪个公子？是强子黄袍小花。哎呀，果然是舞外跳空，直表难猜。真是将门出好子，继承老王宗的大业，为国效力。是要讲对强子如此厚爱，我命伊前来拜见。不应不应，公子两步不宜打搅。请。老王宗，不知公子可曾领兵杀枪？小弟谢是我真将杀枪，用兵点将，用挑锐玉。伊还写了几本兵书，谢请是要讲指点。不敢不敢。遐官吏应拜读。我命家人起来，你请瞧好，瞧好。好。来人啊，把公子写的兵书起来。Thank you.
是要讲，是要讲，是要讲。啊！哦，老王总，这是强制作证，请多事假。不便，嘴讲。哎呀，如此奇才，为何不在朝廷效力呢？唉，狂青长刀，奇香古灵，两老虎也被安置一边，更何况小儿呢？哦，老王总不必灰心丧气。如今平板保将，正是东青两将，阳兵在日，阴兵在时。公子，总有应母之地。启奏万岁，扬州城失守。启奏万岁，扬山关告急。启奏万岁，扬州将士血光惨淡啊！哼，宁统。许多州官纷纷告急，叛军愈来愈猖獗。您为何红兵不动啊？万岁，此事涉及兵部，国将所言极是，应就兵部之罪。确实应追究兵部的罪责。不过国将大人，这个罪责爱对，就着对到钻进兵部身子。那个鬼才偷着去了，你是恁刚刚接任，怎么退替那个亲戚受过呢？众将在座抗议不救，那面对危机，你是恁也应拿出对策来啊！是啊，李卿，你有什么良策啊？万岁。兵之说，蔡公用外敌，直将做人丘，只爱双船东心广广，利用山川的两将，同筑三军，定来平定叛乱，以正天威。王婆老孙，王孙，武才之将故意出征，今当一波恶的之良将了。国将为何莫答无能啊？王孙，国家兴衰，老朝者，老亲王披甲临阵，统军出征。老王忠，何行不提当年勇，不可老不轻啊！王孙，亲不老。不老，唉，老了，不必等你了，还是另个乡邻吧。宁台还有谁可以统军出征啊？啊，你。做你袂开袂嘴，万岁息怒！应兵之事，兵部等责无旁贷，何劳万岁操心？李卿，你做你也不言不语。万岁，卿并非有话不说，只怕说出来，万岁。准！快说快说快说，只要有道理，饮一瓶总走。万岁，有一位将军杨踏兵至，五月跳空，曾随军出征，也立过战功。如此良将，行到何处？
就到惊啥？就到惊啥？点怎么不在？他嫁何名字？黄浦南王水之子，黄浦小花。嗯，黄浦小花。亲，王伯哥伊挂帅同兵，主公平榜。万岁，不可，不可。嗯，老国将，为何不可？万岁，那黄浦小花乃是个如油不干的小人，仗力冲领三公，抵御大敌呢。国将，此案未免太过分了吧？哎，对对对对对对，当着万岁的面议论国事，等以理服人，才万不要泄了花计呀、啊！你还有什么话，当面向万岁招来？万岁，李明灯，有话就说吧。万岁，两位大人，高祖爷独将北上，直败土地，兵部之职，都以故乡任领，双眼向差，大敌当前，如国将所言，老家不惊，小家不应。江山如何能保？黎民如何能安啊？是啊。甘露十二为上，正李小妮同年追思，何况黄浦小花正随白征战，家学仰望，亲宝贵，并非无冤之罪，无本之败，无机之贪。有理，有理啊！有道是自古英雄出少年啊！王婆王水，你生了个好日子啊！王婆小花，官将有此才令吗？王水，天赐皇，点皇不再有如此将才呢？若有黄浦小花跨帅，可招募天下英雄豪杰将才勇士；再有老王帅指点，可能不成。好啊，是定白纸命嘛！李大人，领兵跨帅非同之意。你敢保他必胜？国无喜安，万一打了败仗，王王以头颅下罪。准走。自古英雄出少年嘛，大来点，大来点，大来点，大的动作就是要双眼响彩嘛。是是是是是。
是啊，是啊，是啊，怎么能安呢？是啊，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 太宽广了，唉，真叫背着痛落之口拗气啊！黄婆小花如又袂讲，又无啥物功名，怎能看衰？啊，不多气味，不毛气势，伊爱挂就爱去挂，毋是先挂毋先挂的事，每只台王叔对里面人较偏爱。夹光正直，硬听个冲，西路大天光正之当，顶撞国将，我亲自出征约定。唉，强次遐去，强次遐去，强次遐去，不跟国将，恐怕连王侯娘娘穿鞋，也会威神扫地，大狂旁落。国将。你才万不能掉以轻心嘛！黄袍小花跨水，我叫伊先生别给老师个滋味。别给老师，国强，有何良策呢？明世王如何登了葫芦，如何蒙了半国之罪？伊头颅下罪，我同意。有几个脑多？黄婆将几人送来紧急通报，请求接见。哦，快快请他进来。大人，通报。大人，你退，伊是伫哪？参见大人。正是雪弟，兄弟，请，请，请。兄弟，你这是？神武二位兄弟告知，黄香结盟兵将之事，我便投奔了黄埔将军。二兄则将鲁强将功，黄埔将军以保兵部，为你请功了。多谢二位兄弟与黄埔将军栽培，请同伊通报。哎呀，都讲起业就声了。哎，
黄埔将军可立了大功啊！黄埔将军十望火急，派末将的来催问野草。将军尽管放心。怎么？明世安、明大人也救出来了。明大人呾，正三是差人送一个十万火急的汤包，但都渺无音信，直至兵至捏造，束手被擒。希望公有救急大军，王处广土定来，因此请速派捏造援兵，前面王德。兄弟，请先去歇息。我自有换拜，请。谢大人，请。聂大人，慌慌张张，爱去第五啊？唉，黎明灯唔知耍什么花招，让我速去。唉，聂大人。人呢？爹大人。哦，李大人。爹大人，请。啊，谢座，请。请。不知李大人找我何事？啊，爹大人，有老乐啊，有野草，在王阳山，乐意如何？这，哈哈哈哈哈！大人车强，家不聪明，只是今日老乡孤病复发。要同人忍，惊动不平啊！哦。
有病你应调养为治，不宜活动操劳，请将应信交出来，你回家去吧。这大人可在变化有用，讲听我改，应知必行。老子讲不听我改，应知必败。可知上客。田大人，请啊。嘿。地大人请。地大人，唉，平大人，地大人，地大人到。哦，地大人。请坐。请坐。钱大人，有老乐，还有野草在王阳山，尊意如何？大人对我如此动容，在我之感激不尽。不过，每只家有百孙老母，染病独亲，即使我走不开心。是呀，自古忠孝，人以良川。我替大人，凡是事关回家，侍奉老母，去吧。大人，我无那时光唔做啊。阳边吹日，阴边直死，食君之禄，你应为民分忧。大人，上客。大人，大人。哼，唉。我拢听见了，真是痛快，用彩五角，拔得好，拔得好，拔得好。不过，拔了用彩，何能还有粮草？我先请黄埔老王总亲自押送粮草。好啊，老将出力，一概登集。这次不管谁赢兵，我谁强将。学姐。真是个水彩啊！